哦，好棒哦！哎呀，绕这个600-800公尺了。不可以啊，我不可以，要往下比的，我植物的哈。啊，兰花就绑树上，也不必来浇水它，它的气根就会自动是吸收水分、养分，吸收水分就可以长大开花，好棒啊！兰花好棒啊，兰花，梅兰竹菊是君子花。哎，好棒好棒哦，好棒啊！哦，好棒好棒啊！优秀第一名，哦吼，安那够吃的，哦吼，优秀，哦，好棒好棒哦，哦，赞，哦，勇士们，勇士们呐、啊，辛苦你了，军国女英雄，哦，军国女英雄啊，勇士们，哦，赞。嘿嘿嘿，川辉啊，川辉优秀，嘿嘿嘿嘿，啊哈哈，阿公在孙啊，然后我那也爬坡呢，骑脚踏车爬坡，优秀，汽车行老板，班长调正组长，骑脚踏车载小朋友。骑脚踏车哈、哦，素的呢，还烤素肉哈、啊，道清前贤们呢，烤素肉啊，素的 哦，你看那长者哈、啊，你看长者前贤长者哦，都来参加活动啊，不简单，精神可嘉。哦，那是爬坡啦，那是爬坡的原因啦。哦，拇指党，优秀，哇，优秀。哦吼，哦，好棒。哦，红花那个红叶木吗？哦，树林烤肉去烤树烤，烤香菇头啦，烤树食品啦。哦。从那，从那个码头那边走过来，到大概800公尺，到树林烤肉区，寿喜里烤肉，爱香红堂，道清前贤，中华民国107年公元2018年，今天4月29号呢，哦，在台南市政府那边，台山路有延平金王祠那边的举办祭。祭是郑成功大仙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祭奠活动。哦，